呢個地方叫做 Grotto Madero， 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地方。看看我們來到這邊，右手邊是大學來的，中間很多遊船，左手邊是商業大廈，好正。餐廳今晚只是30元，但是好得意，呢啲唔知咩嚟，好似200。Simplemente de aquel amor ausente, para sonreír el paso de la vida.